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了，街边的圣诞橱窗，广场上的圣诞树，到处都是圣诞的气氛。每年圣诞节最开心的就是收到各种礼物，来猜猜今年我最期待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？都不大对。哇，新上市的妙卡礼盒，哎，今年圣诞就要这盒充满荣情的妙卡礼盒。哇，每一颗都包裹着浓浓的荣情，我想把这每一口荣情也分享给你们，快来品尝我的心意吧。